得抽到的是一号命题，完成一道甜点零失败率的电饭锅蒸蛋糕。 OKOK， 这个我很擅长。写一封信给下一岁的自己，并提前朗读出来，可以写下三个愿望或者目标，本视频保存至下一岁生日当天，看看是否实现目标。那我就开始动笔吧。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命题可以难倒我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抽中的命题：学习并模仿 MV 歌手唱完一段歌曲。这个参考视频是认真的吗？我抽到的题目是模仿老师上课日常，哈哈哈！好的，请期待。好吧，我的是一首情歌王的时间进行标准平板支撑挑战，或者是一分钟内做100个俯卧撑挑战。家庭自制时装秀，我老师裙子可以吗？我看一下我抽的命题是什么。教程，我来给大家分享我的命题：美食博主点评菜色。老师，我不能吃很多。模仿博主拍摄销售视频，就是那个买它买它买它吗？健身博主日常分享，难道就是举铁那种吗？什么？这个我看看。观看自己的第一次演出并做 reaction。 什么？来自兄弟们的灵魂拷问啊，怎么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我抽到的命题是模仿电影人物说完一整段台词，听起来不是很难。